好了吧？烧好了。距离下午台的完成度，你们看一下。走。打走。打啦打打打。着急走。走。请看你们的成绩。告诉你们，你们是目前到目前为止进来的最高成绩，最高成绩，最高成绩。特别意外，因为我不知道他说那个分数是60分，我以为啊60分很低吗？是及格吗？我不知道通常是多少分。然后后来老师们就说是我们在那个比现有的这个比的级别当中算是最高的。我当时真的，我是张着嘴很想叫出来，当时心里面我是真的吗？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那怎么可能啊？我就觉得，对啊，都那么优秀，都那么好，所以我当时心里面就特别特别的开心，也特别感谢他们。